我们今天烦恼从哪里生的？不可得的一定要把它得到，你不是叫自找麻烦吗？啊，你的苦恼没有边际，一下觉悟了，苦恼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只要一念迷了，迷了就是把自性变成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里面的三细相，这转向就是摩那识。啊，摩那识的头一个我见，啊，我见就是执着有个我，啊，拿什么的我呢？执着阿赖耶的一份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一分能量，叫大家好懂。用现在名词，一分物质，啊，或者我们不说能量，说得更清楚一点，一分信息。摩那是信息，阿赖也是能量。境界相是物质，现在科学讲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，啊，能量、物质、信息，哎，跟阿赖耶的三细相是一个意思，但是他讲不清楚，啊，物质从哪来的，信息从哪来的，能量呢他就不知道了，他就不晓得了，啊，佛法里说一体。那就是自信啊，在不迷的时候，是一体。你分不出哪是能量，哪是物质，哪是信息，分不出。就是能大师所讲的第三句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他有，他不显啊！他显现出来的时候，那是有个缘分，那叫一念妄动啊！起了一念呢，他就现行，就能生万法啊！能生万法，我是正报，环境是依报，依报跟正报同时起来的，没有先后。啊，这个在还原观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从一体起二用，啊，二用就一个是我们的珍宝我出现了，另外一个我的生活环境出现了，就是宇宙，啊，这个是现代科学哲学都没讲得清楚啊，在佛经上面3000年前讲得这么清楚。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些科学家们没佛报，没看到佛经。要看到佛经啊，我相信那些人很聪明啊，啊，一定大幅度的提升他的境界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说你有烦恼呢？摩那识，你看有我见，跟着我爱。我爱就是贪，我慢就是嗔恚，傲慢嘛，跟嗔恚是连带的。我痴，所以我见、我爱、我慢、我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啊，你怎么会不傲慢？是傲慢与生俱来的，自然带来的。啊，一念不觉就迷了，迷了就产生这个现象啊。啊，实际离体里头没有这个现象。啊，它的现象是什么？是智慧，是德能，是相好。啊，一念起来的时候他就迷了，就变成贪嗔痴了。啊，就这个信息就发生了。
啊，也叫真如实相。啊，真是讲的体，能生的，啊，能生能现的本体。如是讲的相，现象。啊，现象是从本体变现的，现象跟体是分不开的，所以叫性相不二啊。啊，这个也不好懂。古来的祖师大德啊，佛经上也有说，常常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啊，把精比作体真啊，精所做的这些器皿那是如，怎么叫如呢？它就是精啊。你说把黄金啊做一串念珠，这条链是不是黄金？是啊。啊，把它做个戒指，那做个手镯，做个茶杯，那都可以做啊。啊，所以说是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不二。你从相上你就看到黄金，那你真识货啊。啊，如果你不识货，你把精跟这些气的时候分开了，啊，我让你啊拿黄金来，你看看那个所有这些器皿上没有啊，这没有黄金啊。啊，镯子是不是黄金？啊，杯子是不是黄金？这碗是不是黄金？全是黄金做的嘛。啊，叫你拿黄金的你找不到。对吧，迷了，就迷了自信了。悟的时候拿黄金的随手念来，样样都是嘛。啊，所以性相不二啊。啊，性没有现象。虽然现在现象像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常讲啊，万法皆空啊，了不可得了，这是真的啊。金刚经上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给你讲真话啊，这真如啊，实相实相就是真相啊！啊，你要认识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相里头有性，性相没有离开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性不可得，相也不可得。啊，性要是不可得，相怎么可能能得到呢？啊，所以一部600卷大般若，佛给我们讲什么？就是讲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我们今天烦恼从哪里生的？不可得的，一定要把它得到，你不是叫自找麻烦吗？啊，你的苦恼没有边际啊。一下觉悟了，苦恼就没有了啊，真相明白了，不再执着了啊，不再打妄想了。受想行识都不可得，都是假的啊。受想行识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自信里来的，自信有四境的，见闻觉知是真的。迷了之后，从见闻觉知就变出受想行识啊，受想行识我们称之为心理啊，那心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真心里面是清净的，这清净平等觉那是真心啊。妄想分别执着肯定是妄心。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